哇，你快点过来啊！过来，我不心安啊！快点过来，我好不容易藏好了，过来逛一圈。他现在站在我怀疑他现在站在我床上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个脚步就在我门口啊！他要我干嘛？好，哎，好 ，BGM 没了。 不是自己吓自己啊！根据我玩恐怖游戏的经验，这个时候有这种动静，它一定就在我门口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我是这个恐怖游戏的作者，我就在这个时候，什么鬼？我出去就开始给我闪！哎，妈呀！ 哇！这个游戏好像有点东西啊！不是，这个游戏好像有点东西啊！啊啊啊！ 藏！好。